迈阿美位于美国东南部，拥有好多宁静嘅海滩。不过今个夏天，全部都变得热辣辣。三二一。Leon 同一大班工作人员专程飞去迈阿美拍新一辑嘅新干线广告，唔单止将最靓嘅阳光海滩带翻嚟香港，而且仲带嚟好多新发现。除了有 Leon 的新拍档 Angela 之外，还送上迈阿美最火辣的一面。Leon 最擅长的就是水上活动了，难怪知今次拍得零舍醒神。不过在拍摄途中突然发生意外。都 say sorry 咯，原谅佢啦。睇嚟好似好易，喺咁大浪嘅情况之下玩 wakeboard 真系好难噶。一上水就要将块滑水板由横转翻直，少啲平衡同体力都唔掂啊。一早起身，梗系唔系嚟玩遥控飞机啦。呢个叫做 flying cam， 即系飞紧嘅时候个 camera 前面嘅头部装一部摄影机喺度嘅，同埋一个 video 喺度，就可以将240尺飞林，咁就可以不停飞，最高飞到50尺嘅啫。咁精彩嘅高空镜头就系咁拍翻嚟噶啦！睇日出咁开心啊！其实喺不知不觉间，佢哋已经堕入咗一班恶蚊嘅圈套。以为揸 airboat 好简单，船身咁高，要控制得好，其实系好考功夫噶。不过迎面冲锋嗰下，又真系几刺激嘅。一到夜晚，班恶蚊又出动，呢次醒啦，做足准备，一于嚟个大反击。呢个防蚊嘅嚟 ，OK。Leon 同 Angela 呢对拍档认真够默契，唔单止有讲有笑，仲好玩得添。好热啊！哇，红晒 ！Leon in sun 啊！拍咁多日，晒足咁多日，喺最后一日，终于出事。在拍摄的现场过程里面，虽然很辛苦，但突然间有人中暑，不要拍到啊！
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眨下眼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啦。迈阿密又可以再次回复昔日嘅宁静。喺走之前，呢人有啲嘢想讲。喺咁赶时间情况下拍摄，其实心理上面好大压力嘅。你知导演又系 push push push， 都唔紧要，好在多谢佢做俾我哋，啱晒，做嘢习惯咗噶啦，吓，成日都系咁做嘢噶。希望最紧要系大家认真出嚟嘅嘢系你哋会中意啦。三万样情味最美待发现，三万样。